你好，妈妈。你好，大家好。你怎么不高兴的样子？对，因为没想到一出场就看到女儿坐轮椅，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。那这么重，你抱身上你不嫌累吗？我习惯了，我一直都是这样抱的。你为什么要这样一直抱着她呢？因为她一旦坐上轮椅了，我就觉得整个就是废人一个。因为说实话，女儿发生这样的事都是我的错。因为那一天呢，我应该下午陪她去上课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所以你一直这样抱着她，是不是也是觉得自己有愧疚，所以要抱着她？对。但你也不能抱她一辈子，你总有老的一天。我现在就是拼命的挣钱，让她装一个好一点的假肢。可是我不愿意让妈妈这么辛苦，妈妈这么辛苦都是妈妈的错，所以妈妈一定要让你重新站起来，独立的完成一支舞。当她萌发出说她想学跳舞的时候，你内心作何感想？因为当时就是说她很喜欢跳舞，然后我就没办法，所以呢就自己呢就陪着她慢慢的练舞。我从来没跳过舞，但是为了女儿去学跳舞。你也学了跳舞？对，为了女儿，这是人生第一支舞。那我们看一看，掌声欢迎。那是一个秋天，风儿那么缠绵，让我想起他们那双无助的眼，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，我听到一声巨响，震彻山谷。就是那个秋天，再看不到爸爸的脸，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。